分奏是指旋律音有音头的断音吹法。由于熟度、音符的实质和音头的强弱以及音响效果的不同，又分成了单吐、三吐、双吐、顿音、重音、保持音、弹音等等多种吹法。先讲讲单吐。单吐的吹法是用说吐字的舌头动作，将气冲入哨片得音。在演奏过程中，凡是在规定的速度内能够用单吐完成的作品，一般都用单吐来演奏。比如我爱吹唢呐，这是一首为初学者的孩子们写的，规定速度是每分钟70拍，音乐与主题是用单吐来演奏的。